可以。你的灯牌呢？是吧？我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也挺爱这么穿的，就是我穿成这种样子，有一种什么情况，就是比如说，因为这种裙子要搭高跟鞋才好看，就是要让我不用怎么走路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下楼，我下车了，我就可以坐电梯就上餐厅，或者是去干嘛，就是直接就能进去，不用让我走几步路，我就会这么穿，我就穿高跟鞋。但是如果要出去，就是要那种让我可能我预估到有可能就是要找到什么餐厅，要走很多路什么，我就不穿了高跟鞋。然后我也不太会穿裙子了，就。
漂亮，一般漂亮。不会唱。有一些地州的方言，我其实也只是会说那么几句，我只会说那种正常调调的云南方言。楚雄，沧州是哪里？我不知道哎，有点反差呢。不是哥，我得让你刷到我，我正在发疯呢。你要求会不会太高？河北沧州，我不是沧州的，我不是河北的。视频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人，其实我是一个有趣的人。但是我总不可能让你们每次刷到我都在发疯吧，那是属于是精神病了吧，那属于精神病了。但我也不可能随时随地发疯，我精神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。值得关爱。嘴巴好干哦，嘴巴好干，嘴巴好干，怎么没有人懂得起啊？怎么没有人懂得起给我送个亲吻啊？点赞没什么用的，谢 Jax。 嗯，他给我送了个什么礼包，谢谢 Morning King。 不要热水，要青青或者西瓜或者是什么那种，热水不解渴。这首歌还能管我呢？酸奶我买了配麦片吃的。哦哦，是 Monkey， 是 Monkey， 你是吉吉国王。哎，你别说，乍一看真的很像 Money， 嘴巴都干了。对啊，很干我的嘴巴。嗯，所以你们是外人。对呀，你肯定是外人啊，你怎么可能会是我的自己人呢？嗯，吉吉国王，别撕呀，忍不住啊。涂唇膏啊，你可以给我刷一个嘉年华，只有 money 没有 monkey。 嗯，哥你那么说就没意思了。那你们男人眼里面还不是只有好看的女孩子，如果长得不好看，为什么说自古红颜多薄命，为什么天妒英才？因为长得不好看的人死得早，没有人在意，因为天才都是被万众瞩目的，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在意。怎么样，是不是一个道理？什么叫女人眼里面只有 money？你反驳我。
我再来反驳你。你知道祸害有钱，你也知道对吧？他祸害和好人他总是有区别的，是不是？他祸害和好人总是有区别的。祸害就比如说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只要他一个人他做了十件坏事，他做了一件好事，大家就会说哇，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。我觉得你说的那个什么逻没有什么逻辑啊，哥哥。什么女人眼里面只有 money， 我觉得人对于就是美好事物的追求，这是人的本性，这是人的本性。大家都喜欢长得漂亮的人，长得好看的人，谁不喜欢钱？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，我丽丽晨喜欢 money， 果然。但是我还觉得那个逻辑不通。谢谢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有了，他们平定了20秒，没分了。我已经尽力的在那个，我扣不上了这个扣子，我上播前扣了10分钟，还是扣不上。我扣这一颗花了我10分钟，我不想再花10分钟扣第二颗。我没有乱动。就是说很大吗？很大吗？这个标题是我。不要给镜头那么近，好。好的，请进。那买 XL 嘛， XL 买不好看了，就这种裙子就是要那个紧身的。我个唱歌挺好听的，滚，我烦死你了徐乐乐。我猜，我问你两个问题，我猜你的星座，如果我猜对了你给我刷一个车车，如果我猜错了我送你一首歌，好吧，怎么样，这个生意能不能谈得拢？
不是我说，像刚刚那个歌，他在说出果然女人眼里只有钱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其实就已经蛮不舒服的。当你的路忘记在别人的手机，乐乐，你们俩认识？差点没认出来。早去。这嫂子吗？我下歌了。楚生蘑菇很有名，是的，我会开一场剪菌子的直播。楚生，爱你的一款。